好，我们刚刚已经做了这个千烧法船的超度，那今天呢，最主要是超度所有报名的幽冥众，让他们能够往生到佛国净土。啊，今天的这个超度呢，是非常有力量的。而且是有成就的。那有很多人都可以看得到的啊，自己本身的祖先呢被接引到佛国净土。啊，每一次的中元节呀，啊，七夜啊，普渡，我们一个年初的时候，我大部分我们都会做祈福。到了七夜的时候啊，农历七夜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做超度。啊，这一次的这个超度啊，非常的圆满。同时也谢谢这个很多的信众，他们本身用了新的力量，那结合大众的力量，这个力量是无穷尽的，可以讲这个超度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，是所有的上师的力量，所有法师的力量，所有同门的力量，一起同心啊，为着这个幽冥众，大家合起来的力量，这个力量才会无止境的把所有的幽冥众接引到佛国净土。当然呢，这还有这个阿弥陀佛的力量、观世音菩萨的力量，还有大势至菩萨的力量，跟所有的佛菩萨的眷属的力量全部集合起来，才能够做得到。